美国分析，父母教育会影响孩子未来性格成长。请问，主要由爸爸带大的孩子会有什么特征 ？A. 智商比较高 ，B. 财商比较高。智商比较高。哎，锁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爸爸可以教孩子的东西，这个跟妈妈来讲是各自区分的了。然后爸爸陪伴孩子，其实孩子可以多见到很多比较挑战啊、冒险的，也会让他的脑袋发育会比较好一点。而且爸爸如果反应够灵巧、够快的话，孩子可以训练的举一反三的能力会更快。对，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生存。要生存，看脸色，看表情，对，他才知道怎么样会有好日子。希望你是对的，请揭晓。爸爸带大的孩子特征上是智商比较高。